感谢 LINE Webtoon 提供限量免费代币15枚，只要输入 Maya Studio 2307即可兑换。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形，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金宰翰，一个平凡的漫画家，笔下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校园武林高手英雄救美的故事，会有这样的剧情偏好是因为他是个超级女儿控。宰翰的妻子尹世娜是个贤惠又打理的女人。就在某截稿日的下午，宰翰满心期待地和妻子出门，准备去接幼儿园下课的女儿，却发生了车祸而英年早逝了。悄悄的我走了，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死亡后的宰翰并没有马上去向佛祖报道，反而灵魂一直留在自己的妻女身边。来不及陪伴女儿多言成长的宰翰，一路看着多言从小到大因无父亲的身份，在校园里成了被壁花和蛤蟆霸凌的对象。就在某次机缘之下，宰翰意外地附身到了一位八字不够重还有着武学奇才体质的男孩身上。这下保护多言高中生活和维护校园和平的责任从此就由老爸来扛了。现在只要订阅玛雅文创工作室 YouTube 频道，并在影片下方留言你想推荐给更多读者观看的愿一部 LINE Webtoon 漫画作品名称，即可参加 LINE Webtoon 额外加码的粉丝抽奖好礼。另外工作室也有加码有奖征答活动，只要连结资讯栏的 Google 表单回答以下问题即有机会抽中扣持手拿包。详情请看下方资讯栏。抽刀断水水，更留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法弄扁舟。